Echo Peopl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朱赞锦，在《陈情令》中是金公瑶。大家都知道，你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妙龄叫金发。啊，是。有没有考虑说养更多智能发展幼小的品质？我现在目前考虑就是先养好它，如果它很寂寞，需要，不是，就是它很需要同伴的陪伴的话，我可能会再考虑养一只妹妹。粉丝曲吧，或者是朋友曲吧，因为巨无霸是大哥取的名字嘛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有没有给自己立什么 flag， 然后有没有完成呢 ？flag， 其实好多啊，比如说早点睡觉，拖延症可以改善之类的，但是好像都草草，就是也没有完成。开心就好，嗯。总的而言，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？双重性格，然后有时候特别疯癫，有时候特别安静，比较神经质一些。就会比较合处女座这种人。那我不敢当，就是是我自己的性格比较怪癖而已。性格慢算吗？对，那就是了，那就是这个特别讨厌。那有特别喜欢自己的一面？喜欢自己的一面还好吧，没有觉得自己某一方面做得特别好，特别喜欢啊，比较大条吧，然后生活也开开心心的。那像自己的朋友圈日常的画风是什么样的？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呀？可以啊，但是手机不在我这儿。对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封面是猪年那个喜庆，好多只小了两只小猪，然后就是寓意什么呢？猪喜临门，然后就是好运到，然后我的个性签名是积极沉默，积极冷静，积极等待。没有回应，然后奇了怪了，我今天突然发了个朋友圈，是早上的时候，今天大家看看，自拍，主要是起得太早了，昨夜一宿没睡，然后就赶早班机，然后就拍了张照，觉得哎还行，就发了。因为我朋友圈基本很少，基本上都发微博去了，所以大家多关注我的微博和一系列的那个账号。关于网友的表情包，会比较喜欢哪个？特别喜欢你？我觉得网友做的表情包我都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能就是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他能为我做表情包，我还挺开心的，就是觉得大家真的何德何能，能让大家给我做表情包，但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黑照不算啊，对，黑料不算。粉丝说想要在你睫毛上荡秋千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荡呗，对啊，来荡呗，准备好了。欢迎试。对啊，有一天见面说赞赞，你能借我的睫毛荡一下呗？你说的出口，我就让你荡。我还好了，我其实现在也就是黑白灰或者紫色，就是穿的衣服很简单，短裤啊、T 恤啊、鞋啊，就配饰很少了。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尚的怎么体现啊？我觉得是我的爱好，我会把一些花单品的钱用在动植物的养护上面啊，去研究它们啊，我把这些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，我对生活的热爱，对，这是我的方式，时尚方式。你一般会在哪方面比较舍得花钱？我都舍得花钱，对，我从来不会计较这花了这个钱该怎么样，不是，我一有钱我就花了，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存款，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花了，看到好吃的东西就吃了，就钱是
搂不住的，哎，花吧，反正每天开开心心的也挺好。但的确是觉得长大了以后，不是长，就毕业完了以后，就工作上有时候急需钱的时候，这时候自己会想，平常这么的无节制、无理念、无观念、无所有所有的东西，就是自己没有个统筹规划的能力去管理这些钱，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尴尬。然后你我自己我的性格又不喜欢去，就是不喜欢要，对，还是就是自己的是最安全的，所以有时候就唉，过得也就这么着。存不了啊，到现在都没有存的钱。如果你联络不了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手机只剩下打电话就够了。但是手机的电只能让你打最通电话的话，你会打给谁？我的工作人员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每天跟我朝夕相处在一起，一起处事，其实他们真的算是除了我的闺蜜，还有好朋友，还有那个我的爸妈，对吧，除了他们之外，但是他们又不在我身边，但唯一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真的是我的工作人员，日日夜夜陪伴着我。末日过后，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唯一一个幸存者，这个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外卖。对，那就是啊，日常生活中说好的唯一幸存者。有不是有一个吗，现那个什么的，哎呀，天下来，天上掉下来馅饼吗？一个概念，能吃的。对，啊，抱歉，打扰一下，上面不是还有个？哎，没有了，对不起，我又忘了。啊，对，我的一个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反射弧太长了。就是老师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是想上面一个问题，然后我现在打断了您，然后我想回答，我忘了。您是想要回答那个电话的问题吗？不是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，花钱，对，像大家不要像我这样，还是要有一个存钱的习惯，对，这样为自己的日后有那个保障。考虑做理财的话，你会想要做哪方面的这个了解吗？没有，没有了解过。股票、房产？我妈都是银行，不是，我妈在银行上班，然后她也买，但是也就这么着，也没有说挣大钱，所以我对那一些不抱希望。我觉得我的好运已经全都用在了影视上面，我的工作上面。哎呀，就是那一种天下掉下馅饼的事儿，我不会去想的，我也不会去做的，就存自己的钱就够了。最想要挑战的是什么类型的角色？我不挑。对，只要是人物性格丰满的角色，我都很愿意很积极的去尝试。那有关于自己还没有挑战过的角色期待吗？期待啊，就算挑战过的也期待，因为你还是希望是去突破这个角色，突破观众对我的印象。对。那有什么想特别为粉丝做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，来寻求一个新出来把粉丝给你？算不要，会打脸的。希望下次为大家做好事儿的时候能给大家惊喜吧。这种 flag 算了，你看我前面立的那些没有一个是实现的。我觉得天天啊，对，就跟粉丝朋友们说，就天天开心，然后爱自己才能爱身边爱你的人，先爱自己，学会爱自己。工作上是包括今天做的拍摄啊，或者是主要现在每天都在看剧本。生活是依旧往常的生活，就喂家里面的动植物嘛。谢谢，结束。Living life raw, independent must be hard. Looking stunning while the pressure building up and the grind never stops. So hit me, bite me, say you wanna kill me. I could take it all, baby. I'm a little crazy. You should be.